个草割过了。对呀、啊，爬多少？爬多少十几？哇，那你很快哦，很厉害哦。那时候有力量啊，那是现在都事情都没有。是只有你打比较快，还是别人别人也这么？你比较快。对的。全甲拔起来，啊，正大背。啊，咱正要开始工作的时阵哦，啊，这是我们需要的尺寸。比如说，我们需要这个长度呢，就放在这里。啊，用刀子这样稍微绕一点点圆圈呢，啊，一半拉一半扯，这样就起来了，很整齐。啊，就是相同的这个动作哈，长度整齐了之后哈，啊，就是要做这个。看有来无安尼，有来就按摩落安尼，会安尼来来会行。一样哈，啊，再用这尺寸哈，我们需要的尺寸呢，放一只，啊，给它比这尺寸出来，啊，刀这好像板刀哈，再破册，安尼有再破册，把它切成方块。刚才是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，把这个整个都通通相同的这样切，啊，一叠一叠，安都成方块了哈。啊，方块之后就是要分类。分类的话，就是分一级品、二级品、三级品、一级品，是整张都是好的。啊，如果破损四分之一，剩下四分之三的话，就是二级品。边，啊这边哈、哦，啊那下两个，啊，按着整齐了。从这边完了用切，切下去。啊，你这么四边拢有切到，这两只手指头是在捏那个草绳。啊，这中间哈、哦，就是。甲偏这草的中，好分做两节，就将个细的中的，啊细的中落去吼，从下面弯上来吼，啊再顶头这个半枝的再一起反扣吼，啊将五节，啊再摕一条迄落较大枝的，咱有分两种，一种连枝的，一种下枝的，啊下枝的剪草吼，再甲拔起来。拔起来是稍微有一点那个迄落无边的所在，放迄落板刀压起来。不小怕怕的，啊，检查在家了，然后下课读书回来，他也不在，他大概都是去外面收货啊、送货啊。嗯，因为我们家就是就开始经营了，那因为我这是最小的女儿啊，我在朋友中间，我的绰号是过动的人，算是比较热情的人，是坐不住的。他们都无法想象我怎么会去做这么细致的东西，但是就是为了这个东西。